你尽管很酷的往下跳，下面有人会接住你，电影里只许你往下跳的镜头。OK 啦，我要飞啦，我即将要踏上人生中的巅峰了。好 ，Action！ 嘿，好，过，上去了。堂下何人？我就是何人啊。何个毛？天堂审判厅驻三里屯优衣库办事处岂能容你儿戏？速速报上命来。天堂优衣库？难道我挂了？少废话，说你叫什么。我叫何有礼，从派出所就可以看出我是黑社会大哥。就你这个球姿势，是怎么当上黑道老大的？就不告诉你。兄弟们，开饭了！兄弟，先垫垫底儿，等今天完成这一笔交易，大哥请你们吃羊腿、羊蹄、羊板筋。大哥永远是最棒的，比棒哥还要棒，大家都这么说的。来来来，吃饭吃饭，多吃点，你们正长身体呢。你们快吃了，不吃我吃完了。哎呀，这顿饭吃的把这报纸砸了嘛！走，出发。大哥，请上车。啊，你们都谁啊？你们要干嘛？大嫂你好。谁是你大嫂？臭流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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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破车不是我的，我的车比这高级多了。你才破车呢！大哥，他骂你是破车。哎，怎么样，大哥的车不错吧？纯天然人工驱动力，丢赞了！大炮挂十二档冲过去，冲个毛啊！闯红灯是要扣分的，我现在已经被扣十一分，剩最后一分了。没事，明天大哥带我去交警队，给你十一分要回来，让他们再给你加两百分。走 ，Let's go！ 走。这是他大车，挪一下子。乖你六，麻利子。所以我大哥现在替你勾担子。不要提我狗胆子，是我咋地？赶紧把你车挪开，我要停车。上车，把车锁好。大哥，你不用留挪车电话呀？留个毛啊！这是咱们自己的车位。江湖亮出的，我看看。哦，哎，你这黑框片哪里买的呀？挺棒的，偷的。哪里偷的？派出所。爸，给你点个赞，能飞起来吗？能。大哥，你试试。好啊。哎呀，大哥，为什么咱们黑社会总喜欢在高处见面呢？无间道看多了呗。虎哥，他们来了。要不要先来两串羊肉串？我要的东西呢？我要的你还未必就带了呢。你是上来骗闲船子的吧？东西马上就到，再给你两分钟时间，如果东西还不到的话，呵呵怎么样？他就从天台上跳下去，后果很严重的。这样，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现场气氛，连出两道智力题，你猜猜。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从智力上压制住我，请出题。请问当年砸牛顿头的那个苹果是洪福士还是黄元帅？你能不能出个中国的呀？请问当年西游记里的奔波霸和霸波奔，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？不是，你这个人有毛病啊，这么难的题谁知道啊？你就不能问一个最简单的吗？老大，刚才小美又问我发短信来说货快到了。
随后问你一个问题，用狗狗定理算出从这里到荷兰山的距离，尤其是一只考萨因三十度等于二分之一。咱们还是看货吧，货呢？太牛逼了！超够了吧？我是警察，跟我走吧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瓶酒。Cheers。我们是好朋友，一起爱喝酒的好朋友，是不是啊？是个毛啊！小妹，哦不，警察同志，我现在就去自首。见犯何有理的罪状，他犯的罪一千零一夜都说不完。说来话长，咱们长话短说。你回去用 PPT 的形式给我展现出来。我要图文并茂。希望你们坦白从宽。老大，耶耶，大哥没看错你，凉皮没白吃啊！大哥，我也想过去啊，我这个腿不听使唤啊！滚！啊！朋友李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滚给你！毛溜子，俺们还要去监狱看房子呢。啊，大西，我还要去卖羊肉串呢。哼，我不是吃屎长大的。啪啪！呀！好、哦！走、哦。好吧，我投降。好，卡 ，OK。这次广告拍完了，收工。导演，你看我演的挺不错的，《银川合伙人》这部电影可不可以考虑让我做男一号啊？哎呀，何有理，你知道观众是怎么吐槽你的吗？啊，表情做作，感觉浮夸。但是我一直在学习，一直在进步呀。阿新，等你有了进步再说啊。来，哥们，快点收东西啊。大哥呀，你怎么懵懵懂懂的？嘿，兴奋死了！为了这部戏，我准备了三个多月，到头来导演说我表情做作，感觉浮夸。哎，我在怀疑我到底会不会演戏啊！大哥，你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影帝，只要你想演，我们兄弟俩就像今天一样配合你。大哥，我们愿意让你当男主角。三可以为什么？其实我想演一回真正的大哥，就像许梦强那样很酷的说。大哥，你想怎么样？你说。我带你们去收保护费。走走。大哥，这边不错。哎，不行，太小了，坐过去两百会得撑死的。大哥，我看那边不错。Let's go。大哥，这家不错。不行不行，太次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进去收。咱们再找找，找一个最牛十三的，走。就这家了。啊，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呀、啊！皇马狂人屌炸天了。走，进去收。老板，你们有保护费，拿两千。有有有，这就给您取去。跑到老娘那儿收保护费，作死啊！我叫何有理，是个苦逼穷演，黑社会大哥只是我饰演的其中一个角色。人生如戏，每个人都在饰演不同的角色，千万不要入戏太深，否则自寻烦恼。大哥呀，我看我们还适合做群众演员。是啊，群众演员还有盒饭吃吗？其实我早就这么认为了，周星驰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嘛，对吧？我操，就丢了一毛钱，这么多人怎么分啊？对啊，你们怎么分的？就不告诉你。
不说也罢。不管你生前是干了什么，只要来到我这儿，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可都是我说了算的。那我怎么才能上天堂呢？那就要看你生前还干了什么惊人事迹了。我叫何有理，是个创业者，做的是上百亿的大买卖。就你这穷酸样，能干什么大买卖？就不告诉你。开张第一天，一定要来个开门红，那个红四方。一看就是个土锤，是狼到哪都吃肉，是犊子到哪都挨揍。呵呵，今天的门先从你这边开。现在生活真困难，过日子就要打算盘，你买二斤凉皮半斤醋，吃到肚里酸死你，还不如买个便宜的新裤子。借裤子怎么卖啊？机会来了，看我如何让他上贼船跟贼走。150正宗的温州货，先摸摸手感。来，坐下摸，随便摸。杜蕾斯饲料，舞动风情，来自中国毛里求斯。毛里求斯好像不是中国的，现在才刚回归的嘛。哎，你个日马爪，别扯烂了。给你优惠点，145跳海价。哥是老中医，专治小伙吹牛逼，行情我懂，不要坑人嘛。不知为何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预感。这样，我看你没我帅，130卖给你，打死爸爸给别人都不卖的。咦，你这次用高压泵抽我的血呀？我还没用压路机碾你的血呢。说实话，我最多挣你10块钱。有一种运动叫做攻犊子，你知道吗？121，我只挣你1块钱，打死妈妈给别人都不卖的。爹地妈咪都要被你打死了，我要是再不卖的话，就太没有人情世故了。呵呵，土锤终于上当了。哎呀呀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兜里只剩80块钱了。我80，你要赔死我，再添20。我天天了，那很想给你演21。可不能为例啊。好吧，交个朋友就80。俺不会给你80的，俺还有60块钱买咸蛋呢。咸蛋这跟买裤子有个毛关系啊？我女朋友特别爱吃咸蛋，一天不吃就会咸得蛋疼。我看是你咸得蛋疼吧。人家的人家就爱吃咸蛋嘛，人家家就要吃嘛。知道你有多恶心吗？当你妈妈第一次感觉到你的存在时，她都吐了。我这一次赔算你70好了，就算打死爷爷给别人都不卖。幸亏我在成本价值上翻了15倍，现在算下来我还大有的赚。哎呀，好饿呀，哥还得拿出10块吃午饭呢。你不是有凉皮吗？不行，这是留给俺女朋友吃的，她喜欢吃凉的。凉你奶奶的脚后跟骨嘿嘿呀。哎呀，我晕，再不吃饭我想我就会死掉的啊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不是土锤，你是圆锤，太滑了。大家都是这么叫我的。居然臭不要脸的承认了，正想一锤锤死你。不想跟你溜逼了，痛快些，60块钱拿走，这是打死奶奶的价格了。我现在就给你给钱。快克里，快轻点。哎，这扩浪怎么是破的？不是，这是杀马特之当故意弄成这样子的，为了上厕所方便嘛。作为男人你懂的。明明就是旧裤子嘛。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，但不要侮辱我裤子的裤格。我给你看我的进货单，你看这个上个星期刚进的新裤子。对不起，俺误会了。 Oh my god， 进货价10元。你好黑，你好黑，你好黑黑黑黑黑。做生意嘛，你想想，你算算，我们出门要吃饭要住店，吃的贵住的贵，上个厕所都收费，还交工商管理费。你人长得白不溜秋的，可行呐，黑了吧唧的。啊，不知为何那种莫名的预感突然加重了。20行吗？让我赚点。俺不会介意你骗我，哥介意的就是你的谎话骗不了我。好吧，就15，我就赚5块钱，打死太爷爷太奶奶给别人都不卖。哎呀不好，算命的说我今年与15这个数字相冲，不吉利。算命人的话你也信？上班上傻了吧你。咦，他说的很准点，那就14吧。有一个4，就是死的意思，更不吉利了。13没问题了吧？13，还是不吉利啊。12拿去吧。好的，成交。中个88。哇，你这么有钱，怎么这么抠啊？找你88，你个抠逼贩子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
我叫何有理，是个创业者，客人之心可以有，只要自己不怕穷。我原想像姜太公一样等愿者上钩，实现我的百亿梦想，不料坑爹还被爹来坑。俺换了零钱给你十二，你来的一百块呢。我还正愁没零钱呢。哎呀，给你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对劲啊，哪里不对啊？俺给你算算，俺裤子俺给了你一百，刚才就给了你十二，俺总共给了你112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哦，不对呀。是不对呀，买裤子你收了俺88，就等于收了俺26，你还得退给俺十二。哎，你算算啊，112减88等于24，24减12等于12，哎，是多收了你12块钱。我不是那种贪便宜的小人啊。哎，这12块钱给你。像你这样的好人已经不多见了。是啊，做个好人挺好的。后会无期。我操，比驴跑得还快。后会无期，应该是有期才对呀。哎，是不是刚才的账有问题啊？哎呀，我再算算。爸比，我脑子进地沟油了。傻儿子，你脑子没进地沟油，只是小时候头让驴踢过而已。你脑子进地沟油了啊？就这么个账你算得清楚啊？就你这样子还想上天堂？赶紧走！等，我还有很多惊人的事迹，你再听我说一说。还有什么惊人的事迹啊？快你马说。我叫何有理，是个编剧，经过N次方言的努力，终于得到了这一天，要写一部大电影剧本。就你这蹦逼样还能当编剧？就不告诉你。这一脉春风得意之意，桃花也含笑迎几台。何有理到来了。你写的这是什么了？乱七八糟的。我是按照制片人您的要求写的呀。但你写的一点看点都没有了。我们要的青春励志不是像中国合伙人那样，而是像星球大战那样的了。可是那样太不切实际了呀。你别管它实不实际，我们拍电影是为了赚钱，没钱谁给你发薪水啊？您看我这样设计行不行？几个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因为太过于逗逼而找不到工作，为了生存他们决定去开拓别的星球，于是乎他们成立了一个星漂社，做了杀马特的造型，蒙着喜羊羊的纹身，扛着18般冷兵器，唱着嗨歌，浩浩荡荡地向各个星球进发。他们在进发的途中遇到了蜘蛛侠、钢铁侠、超人、黑寡妇、金刚狼、美国队长和阿凡达这些小毛贼的重重阻拦。这都不怕，只要我把孙悟空请来，一个大棒子把他们全部打死。这样才有看点。导演，雷展看。中国电影走上世界就靠我们这部戏了。有理，就按照这个思路，可惜吧。成大事者不光有超世之才，还得有坚韧不拔之志。我把你们用来喝酒聊天泡美眉、吃饭睡觉打豆豆的时间全部用来工作，我勒个大巴哈，就不信不成功。这一拜报官帮之慷慨，建功立业展雄才，展雄才。何有理到来喽。你到底晓不晓得写剧本嘛？多角脸、生死脸、雷人脸、狗血脸都没有安排吗？我们票房怎么超过人家小时代嘛？这样观众会吐槽的，能把你吐到槽里给淹死啊。让他们吐可吧，只要我们把票子赚到就行。没有票子我们拿什么买房子去堂客？一定要给蜘蛛侠、钢铁侠、黑寡妇他们写一场虐心恋。哎，你们看我这样设计行不行？钢铁侠、蜘蛛侠、超人同时爱上了黑寡妇，
但黑寡妇深爱的人是美国队长，但美国队长是个 gay， 跟金刚狼有一腿，而金刚狼特别喜欢男人，同时爱上了钢铁侠、蜘蛛侠、超人这三个家伙。此时的美国队长无比痛心，为了金刚狼我瞬间自杀。黑寡妇看破了红尘，出家当尼姑了。正好踩着黑豹腿捣蛋，从这里路过，看见下面一大堆妖怪在打架，便一个大光下去把他们全部给打死了。我的光三妖狗胆子都被打成了吗？这样一来剧情就丰满了吗？导演雷震看，中国电影走上世界就靠我们这部戏了。尤里，就照这个思路可写吧。哦对了，来让我们一起唱响这部电影的主题曲。什么主题曲？爹们怎么不知道？嘿嗨，成大事者不光有超世之才，还得有坚韧不拔之志。我把你们用来闲聊扯淡、骗闲传、浪街鬼混、逛商场的时间全部用来工作，我勒个大巴哈，就不信不成功。作为这部电影投资人，你选剧本我很不满意，这都可以接受，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孙悟空把我一棒子给打死了。因为你本来就是妖精啊，必须一棒子给打死呀。说谁妖精呢？信不信我挠死你啊。不好意思，我说错话了。还有你给蜘蛛侠、钢铁侠、黑寡妇制造了强烈性恋，为了票房大卖，这都可以接受，但是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我被黑寡妇给救活了，而且居然我还跟他走到了一起，然后孙悟空居然说人和妖不能在一起，我又被一棒子打死了。我算了一下，我在这部戏里总共出现了60次，帮帮帮，被孙悟空用棒子打死了58次。总之严重偏离电影主题。不是，那什么，我是按照制片人跟导演的要求写的剧本呀。制片人导演，你们可以快跟我说句话呀。哟，流星伽马星座的，快看！哦，真的啊！我干嘛修了？演的真他妈像！所以我要换这个编剧。谁代替我呀？哼，当然是我们自己人了。他会把我打造成优质偶像，是不是啊，白总？白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按照你们的要求，我肯定能写好。要这样吧，马上写个作文，叫我的爸爸。这个编剧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就当是你一次考验，赶紧看，赶紧看。我叫何有礼，是个编剧。成大事者不光有超世之才，一定要有坚韧不拔之志。我从最基层做起，持之以恒，永不放弃，就不信不成功。何老师，你的剧本写的飙赞了，白老板要出2亿美金来拍这部电影，要是赔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就当练手了。王健林都能跟王思聪我给你去练手，俺没有啥不行。再说了，我比王健林有钱多了。中国电影走上世界就靠您这部戏了。哇塞，何老师，谢谢你让我出演女32号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哎呀，我突然想吃枣子呀。我就哎，我也去。没人叫我呀，难道他们把我遗忘了？嘿嘿，正好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写我的下一部电影，让大棒子飞。这次倒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智商的问题。那你当编剧之后又干了什么呀？
我当了编剧，学会了揣测别人内心的本事，所以我叫何有礼，是个心理医生。我治愈的病人尼玛太多，能拿200多万半挂。哼，至于这两个毛娃娃，纯粹就是小 case。那你是用什么方式治疗病人的？就不告诉你。Come on， 大夫，我 Stop， 不用说，我也知道你得了什么病。别惊讶，我就是那么专业。Look， 我。行行，就像一只小小小鸟，三年又三年，三年又三年，怎么飞也飞不高。所以你的内心非常的悲苦而又彷徨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大夫，你太牛了。别叫我牛，叫我天使。牛大夫，哦不，牛天使，我的病该怎么治呢？很简单，用这个。你现在缺失的就是激情与昂扬，戴上红色发卡就能将其找回。太神奇了，我仿佛看见了小小小鸟飞上了云霄，放眼望去下面全是灰烬。那你就把他们打下来，发卡拿去吧。谢谢刘天使，再见。么么哒。卡莫托，大夫，我、哦、不用说，我也知道你得了什么病。什么病呀？哎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胖妞妞啊。我没病，是我弟弟有病，但是他不敢进来。哎，就是坐在门口那个慌里慌张而又黑不溜秋的哥们儿吧。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我的弟弟，黑子隆咚锵。哪吒跳海看多了吧你？你弟弟的病是这样的，你的鞋帮哦，不是你的腮帮子没开吧？少给我偏闲传子！你弟弟现在就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绿头苍蝇，虽然前途一片光明，但却找不到出路，所以他的内心慌张而又忐忑。大夫，您说的对，有绿头苍蝇吗？戴着绿帽子的苍蝇吧。哦，那该怎么治呀？很简单，用这个。你弟弟现在缺失的就是热忱与信心，戴上黄色发卡就能将其找回。我可以戴上试试吗？ Of course。
太神奇了，我仿佛看到了那只绿头苍蝇找到了出路，勇敢地飞了出去，而且它的头也没那么绿了，因为它把绿帽子摘掉了嘛。发卡拿去吧。哎，筷子也给你，谢谢大夫，拜拜。我叫何有理，是个心理医生。其实我这发卡毛用都没有，毛病都是自己作出来的，只有用更作的方法来治疗。人啊，孬作孬大哎。这件事不好评判，因为跟你治愈的人一样，都是大傻逼。我靠，你咋知道的？神经。对呀，嗯，我叫何有理，是个正常人，不知为何被当成了精神病患者送进了医院。还有旁边这位教授跟卖麻辣条的，叶麻爹，叶麻爹，我叶麻爹，来来来，该去人了，先打针吧。我尼玛，你真的神经病了？就不告诉你。有走妇产医院的吗？是黑车吧？金车，上吧，免费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别客气，那我就上了啊。2000箱麻辣条没卖出去呢，哎，我家的老娘们还等着我呢。这件事令阿拉特尔生了无与伦比的愤懑之情，他们究竟想要表达怎样的思想感情？学校里20000多名 all deaf 的大学生正在等着我回去喂奶呢。哦不，传授知识。哎，兄弟，你干啥呢？我呀，不值一提，就是个开公司的，下面有20多万人，不算太多。你们听说过富土康吗？好像听说过。那是我二舅的。其实我是卖苹果的。Apple，乔布斯知道吗？那是我二大爷。哎，你这么有钱，怎么还坐公交？倡导环保绿色出行嘛。哎，你们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儿才被抓进来的呀？犯事？该不会是我卖麻辣条放地沟油让人举报了吧？我一斤麻辣条才放2斤地沟油，不犯法吧？你完了。哎，教授，你犯什么事儿了呀？难道是我跟女学生的双杠萌被曝光了？不可能啊，那天晚上伸手不见六指，鬼都看不见啊。你也来了。哎，应该把你们抓到监狱里才对啊，为什么抓到精神病院来呢？我们是一起抓进来的，你可得也办事了。你看我像犯事的人吗？不是说你们两个真是肮脏，他娘嘛肮脏，肮脏死了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叶片先传出来，赶快打针。你们不要放弃治疗噻。叶文斌，他没有神经病，你们搞错了。赶紧想想办法，证明你两个有精神病。哎，有了。哎，医生，我可以证明我不是精神病。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精神病吧？地球是圆的，这句话是不是？地球是圆的，哎，地球是圆的，地球是圆的，地球是圆的。你龟儿子给我跑！先别打一张。哦呦，阿拉可以证明自己没有神经病，因为我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三教九流，无所不通。
俺了知道你们下次不原创搞笑寓言喜剧，就告诉你的编剧、导演和主演都是何有理那个日本川。银川的南门和北门都没有门。cos30° 等于二分之根号三，圆周率派等于3.14159256535897933846264333832790。巴西5次获得世界杯冠军，意大利4次，乌拉圭2次，英格兰和法国各1次。那中国队呢？1次也没有，很失望吧？精神都有问题。打针。大夫，我全力配合治疗。开始练了。感谢啊。还太小了。但是我还没有待够呀。赶紧走了，赶紧走了。我的病症治好了。你本来就没得精神病。我现在失业了，没有地方去，能让我在你们这里多住一段时间吗？顺便再给我治疗治疗吧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不要拖拖拉拉嘞。我叫何有理，其实我是个失业者，但也是个正常人。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，因为喜欢你的人不需要，不喜欢你的人不会相信。那两个傻蛋就不懂这个道理。嗨，哥们，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兄弟啊，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。你就把我们三个人拉到医院里充当那三个精神病患者是吧？可以这么说。哎，那两个人没跟你一起出来吗？那两个不是什么好人，让多待一会儿吧。看来他俩真有神经病啊。是啊，而且还病得不轻啊。嗯，本官认为你不光智商低，情商也令人着急啊。不过这属于乌龙事件，你在人家那里白吃白喝那么多天，这也算是对你的一种补偿吧。那你后来又干了什么？后来我遇到了一位大贵人，跟着他我准备打一场翻身仗。我叫何有理，今天终于遇到了我人生中的大贵人，耶。我看你面相猥琐，贼眉鼠眼，天生就是坑爹的料，所以我才会报你毕生绝学还是能学费嘛，收你200块钱。这个是丁有型廖养入交的钱，先和这个随从没门的爹他屋外绕皮子。就你这怂球样能赢上钱吗？就不告诉你。咦，喝一片。2片。5片。一个疗程。哇，要牌吧。他算个残乌龙木奇。赢得我，哈哈，我赢了，耶。一只羊不见了，城管说跑到你们这儿来。我们这是64楼，难道羊会飞上来过城啊？他可是爬上来了。你要的是这种羊吗？赶紧出去，我们这是赌场。赌场？你也是个赌鬼，能玩了把吗？你会赌吗？你一个放羊的，再说你有钱赌吗？俺有羊呀，现在光一条羊腿就能卖好几百呢。哇，俺把俺家一圈羊全压上。杨五班，你就不怕把一圈的羊都输掉吗？哎，兄弟，这可比你命根都值钱。大不了重新再量，
俺们那边的羊别操多多。哈哈，今天就该我发财，看我给你搓出一个通天大树来。往天亮跟，跟出一个黎明。吃的多假啊！杨马氏，更爽快！我把我所有钱，以及我的菊花，都押上，咱们直接比大小。那人家就让你。菊花怎满地伤？嚯！谁起了？糟了，师傅说过一把牌只能搓一次啊！就这个？喂，你不是说可以随着自己的意念搓出想要的大牌吗？为什么我把钱全给搓成了一堆扣？我本来是想说想要搓点大树的，害得我把菊花都输掉了。哈哈哈哈。你搓牌的时候是不是一直盯着人家美女的酥胸看啊？你咋知道的呀？你还好意思承认？你的皮眼比城墙还厚。忘了告诉你了，搓牌的时候切勿接近女色，负责越搓越小。来，我再给你传授一招更棒绝技，回去之后一定让你翻本。学费嘛，只收你100块钱就行了。哎，你看20行不行？我现在就说的只是这点钱了。哎，也行也行啊，来，现在就给你教，好好学啊，兄弟。给哥拿点钱，姐。上次你雇我俩给你撑场面的钱还没给我俩呢。我在群里用瓦片刮屁股呢。上次是失误，这次我也学了一招。这次如果再没赢的话，狗都不吃屎了。相信我，相信我。那好吧，再相信你一次。跳！各位观众，三九二。队长，哎呀，现在有5条 S 了，我如果把牌扔下去，大家肯定会说我臭老千。我操，而且还搓出的是3条梅花 S， 没了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不就是场赌博吗？你至于死过去吗？你的钱俺不要了。真的逗你玩呢。这女人是去哪里的？呼一年又一年，年年招财又进宝，骗一个来一个，个个输个稀巴烂，坑你没商量，吃你妈的！我叫何有礼，玄风以为人道赌为安，以赌为生，定会成为赌生之圣，但没料到赌中之苦竟如此之苦。这不铁安的谁吗？怎么蔫了吧唧的？哎呦，我看，哎呦，这货被人骗了！来吧，看，少球啊，好笑吗？尤里哥，天上不可能掉馅饼，只能掉板砖。我看你还是跟着我们去做点有意义的事吧。干什么去啊？对啊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就不告诉你。我叫何尤里，是个试用期杀手。只要能完成一单就可以转正，而且还能拿到6000块钱提成。6000怎么花呀？第一次有这么多钱。来400个洋子。欧巴好有钱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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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一种莫名的预感。你的时机到了。咦，枪头去哪儿了？他打的个烂肚子。豹子蹲玩撸子蹲，撸子蹲，撸子蹲，撸子蹲玩豹子蹲。豹子不蹲，撸子蹲完撸子蹲。妈蛋，下次我非冻死你。豹子，不是我完不成这一蛋，
你给我的这个枪的质量也太差了，还不如毛爸爸的玩具枪呢。不要为失败找借口，成功的人要为胜利找方法。找你妹夫啊！这么高你怎么跳过来的？像驴一样，不会踢我吧？年轻人，哦，你已经不再年轻了。人家才18岁，好吧？当你没有钱，充 QQ 会员卖黄钻，刷微博没有大 V 的时候，没有人会可怜你。当你没有钱，只能吃跟屁，却看着别人吃羊杂碎、臊子面的时候，没有人会可怜你。当你没有钱，只能骑公交，眼看着别人开着路虎大奔的时候，没有人会可怜你。享受吧，少年。嗯，不是，您说的很有道理，我懂了。嗯，您是不是干过传销啊？少给我偏闲传。一定要记住，信 boss 得永生，我信你。俺们的口号是他拿货，我拿钱，多拿多拿。耶，感觉好傻逼呀、啊！去吧，你一定行的。哎呀，装逼贩子，呸！虽然 boss 是个日麻船，但他说的话是对的，我一定要拿到这6000块钱提成，成为有钱人，嫉妒死你们！6000怎么花呀？第一次有这么多钱，来800个洋腰子！欧巴，人家好崇拜你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不知为什么，那种莫名的预感突然加重了。去死吧！我了个日麻爪！力道太小，去死吧！刀呢？咦，飞刀去哪儿了？啊，疼疼疼疼疼疼疼，疼死了！呱呱呱，我要开挂了！哇，没插到肉上，我操！豹子蹲，豹子蹲，豹子蹲完，撸子蹲，撸子东，撸子东，撸子东完，豹子东，豹子不蹲，豹子不蹲，撸子蹲完，撸子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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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的，下次我一定冻死你！这根本就不是小李飞刀，还不如毛妈妈的铅笔刀呢。不要为失败找借口，成功的人要为胜利找方法。找你姐夫啊？你又要干什么？像驴一样的？年轻人，哦，你已经不再年轻了。都说了我才18岁，没记性啊！你个死鬼！当山峰没有棱角，河水不再流的时候，没有人会可怜我们了。当时间停止，日夜不分，天地万物化为虚有的时候，没有人会可怜我们。当海洋不再上升，地球不再转动的时候，更没有人会可怜我们。继续向上吧，少年儿。Versa，就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对酒当歌。别扯淡了，我感觉你真的干过传销。少给我偏闲传。一定要记住，信 boss 得永生，我信你。俺们的口号是他拿货，我拿钱，多拿多拿。对，感觉还是好傻逼呀、啊！去吧，你一定行的。哎呀，这是我见过最能装逼的老板。虽然 boss 是个日麻爪，但他说的话仍然是对的。这次我一定要一锤定音，转正拿提成，吃羊腰子。哎呀，老板，你今天好帅哦！啊，老板，你看我的皮肤光滑不光滑呀？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场景了。我叫何有理，是个试用期杀手。我原想男婴就该做惊天动地的事儿，却发现硬上自己不能上的，没两下子。喵的，我还是处男呢，这么早就挂掉了。我下辈子再也不当杀手了，我要做咸猪手。天哪 ，My God！你不光智商有问题，情商也很捉急，还立马是个大傻逼，居然还是个处男！你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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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地狱去，下个地狱去，下地狱！包大人，我当初卖裤子、当编剧、做杀手，其实都是为了我的梦想啊！你个梦想，梦想，梦想，梦！去。
其实我是一个演员。我叫何有礼，是个功夫巨星，跟成龙、李连杰、甄子丹、施瓦辛格、史泰龙都演过对打戏，不过都一脚被踹死了。我即将要结束被打死的生涯，迎来人生中的巅峰，出演功夫电影《虫爷盟之猛男过河》的男一号。据说女一号是范冰冰，不光跟她有对打戏，而且还有很多暧昧戏哟。嘿嘿，真是好期待耶！你都长这熊丘样了，范冰冰会跟你演暧昧戏吗？就不告诉你。Action！ 来吧！大姐，你谁呀？我范冰冰呀，女一号。骗傻子的吗？范冰冰根本没你这么胖。我比她漂亮。导演，厕所在哪？我想去吐。这个毛蛋啊，赶紧好好演戏了。她就是范冰冰啊。我看是你请不起范冰冰吧？为了踏上人生巅峰，这种货色我认了。看我施展出我精彩绝伦的拳脚，把你的心给抢过来。Come on, baby, come on。还有嘞，哭啊，哭？对，对着范冰冰哭。不是打戏吗？这天改了，变成哭戏了。让你哭，你哭，哭，难道废话？你要哭，我快悲凉了。好，我哭，我哭，我哭。你丫到底哭不哭？哎，赶紧不动，赶紧不动，赶紧不动。太他妈残暴了。为了踏上人生巅峰，我忍你那一大句 buff， 看我这次如何施展出精彩绝伦的拳脚，把你的心给抢过来。放马过来吧，有礼，让我们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吧。那你干什么呀？你都吐了，你都吐了，你干什么呢？开了，还有嘞，你会不会演戏了？你到底要怎样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导演，你搞错了吧？剧本里面不是这么写的。我临时改剧情了啊！作为一个演员，随机应变，懂不懂啊？你看我的思维就很灵动，哪里不会改哪里。刘磊，记住，啊，你们俩现在是一对恋人，一个是疯子，一个是傻子，要缠缠绵绵，跑到天涯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导演，我懂了。OK， Action。爸爸过来吧，让我们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吧。 OK， 过了。太他妈丢脸了。不知道又有什么恶心的剧情。接下来这场戏呢，是整部电影里面的高潮戏，也就是观众最期待的激情戏。妈了个笨子的呢，也受够了，为了踏上人生巅峰，我就忍着再为你糟蹋一次吧。哎，开始。哦，你的皮肤好光滑哟。导演，我感觉我好恶心啊。再恶心一点，继续。哦，你人家好想要嘛。导演，你全家非主流，你妈黑袜子，你爸吸纸头。我奶奶，我受不了了。哎，干嘛呀你？干嘛呀你？太他妈想去死了。小慢点，还有你，准备下一场动作戏。导演，你想让我受什么虐呀？受个毛大虐呀！这一项真正的动作戏啊！真的。你尽管很酷的往下跳，下面有人会接住你。电影里只许你往下跳的镜头。OK 啦，我要飞啦，我即将要踏上人生中的巅峰了。好， Action。 嘿，好，过，再
这一生啊，活得连条狗都不如。你就是一个悲催的绿茶婊，这里是你最后的乌托邦。你回去吧，重新再活一次。记住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嗯，不跑吧，何有理。好耶！我叫何有理，是一个演员。管求他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我都要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，绝对不放。